花花，为师已经外出云游，你已至桃李年华，也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 师傅的朋友，在这么厉害的地方上班。你要找什么人？我找周鸿生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干女儿。师傅的，施芳花小姐被聘用为北然集团的高级行政管理副总。高级什么副总？恩公的弟子，关系不得了的关系户。 你家公司是干什么职业的？负责他的身体。你干什么？我只是没想到你气血双虚，胸肌腹肌还能如此发达。你们关系怎么那么亲密？我不喜欢你身边有这样的女生。我在干什么？她是我的副总，你算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时候轮到你做主？ 花花，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我可以把周氏集团的所有股份都给你，我有一个条件，我们结婚吧。花花，你愿意一直陪在我身边吗？哎，我希望你可以成为我的家属。石花花，我喜欢你。 只要是你喜欢的样子，我都有。花花姐姐会一直陪着你的。